好啦，第十七条就要揾翻条直线嘅方程式，穿过 AB 呢两点。咁第一件事揾翻个 slope 先 ，slope of AB 就系将 y 坐标相减除翻 x 坐标相减，咁咧你就会得到咧系10/3嘅。跟住啦，揾 equation 啦，咁就系 y 减翻7/x 减翻零，即系攞其中一个 point 去减啦，等于10/3个 slope 啦。嗱，当然你心水清咧，其实你知道啦，你攞住个 slope 之后，你攞埋07呢个 point 咧，你即刻出到答案嘅，就系 y 等于10/3乘 x 再加七。点解咁快计到呢？因为07呢个 point 咧，即系代表系穿过 y-axis， 其实七呢个数字就系 y-intercept 嚟嘅，所以你可以直接用 slope intercept form y 等于10/3 x 加七就出到答案啦。因此呢条数第十七条答案系多。